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近年来，拳击圈中关于武松一龙的热度可是非常的高，在中国他的知名度也可以说是很有影响力。从小很喜欢拳击格斗方面的东西，虽说家里穷，但不妨碍一龙追逐梦想，一路走到现在确实是不容易的。武松一龙在台上的打法比较有自己的特色，不少业内人士对一龙有些成见，认为一龙的腿脚功夫都不规范不标准，但一龙确实也是有实力的。一龙在他的巅峰时期，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